这是什么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这是什么？ 是谁呀？为什么我总看不清他的眼？妈，你干嘛？吓死我了！救命！睡得跟死猪一样！醒了还不起床？上班要迟到了！上班要迟到了！上班迟到了！啊！上班迟到了！ 曼曼，我看你脸色不好，你是不是又熬夜了？你是好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我们公司空降了一位新总裁，真的好，真的。对，这个新总裁是集团董事长亲定的接班人，不仅工作能力强，这人长得也超级帅的。听说他是怎么从外面的秘书部选来的？ 你工作能力这么强，我劝你们，他是别做白日梦了，一不撒泼尿照照，就你们几个这个鬼样子，总裁看得上你们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说错了吗？群废物！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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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其他的，这里听着。走，去你自己。是你呀。走，谢谢。总裁，所有员工都已经在后院等。真没想到啊，咱们公司居然来了一个大帅哥总裁，这下可以放眼福了。哎，你盯着人家总裁看干嘛？你该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吧？哪有，别胡说。人贵在有自知之明，楚总从小就洁身自好，连他身边那些天之娇女都讨好不了他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想染指楚总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看这最想染指楚总的就只有你吧。那可难说，有些人想染指楚总也要看看有没有那个本事。玲玲，大家都是同事，没必要针锋相对吧。再说得罪了楚总对谁都没有好处。谢谢你啊，替我敬礼。客气啥。小林啊，这次楚总会在我们公司选择四星助理，我会强推你上位，你可一定要抓住机会啊。小楚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拿下这个位置。秘书部里只有苏曼对我的威胁最大，我不能让他也参加秘书选拔。总裁来了。你说这楚总不会不喜欢女的吧？这我哪知道啊。
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该死，这个女人运气可真好，还聚在这干嘛呢？啊，都散了，散了。是。奇怪，为什么车总给我的感觉有些熟悉？他们是人了吗？林林，苏曼、玲玲、婉约，你们跟我进来。我真是魔怔，怎么会突然想到梦中的男人？ 朱总，这是您要的分公司资料。朱总，集团总部正式竞争激烈的时候，你怎么会选择了这个分公司？因为我感受到了他的气息。他，一种，您说的是夫人，不错，500年，我终于要等到曼曼转世。太好了，500年了。 你隐藏身份，四处寻找夫人转世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你和苏曼夫人终于要团聚了。您知道夫人具体行踪吗？时间太久了，曼曼气息虚弱，我借着这段时间和她元神交汇，才察觉到她在京城的气息。可是，在元神交汇之后，却无法看清她的脸。明主，属下一定为您找回夫人。不急，500年都等了，不在乎这一时半刻。 在找到曼曼转世之前，一切如旧。但是有个人，去调查一下。谁？刚才那个人。舒总，给您挑选的秘书人选来了。进。舒总。 这是我们公司秘书部最优秀的几位，您看一下。都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我叫万月，我来公司已经3年了，我工作吃苦耐劳。我还没说完呢。行了，下一位。楚总你好，我叫林林，毕业于京都大学一等本科，从业3年。楚总，我下一位。等一下，凭什么？ 我履历这么优秀，就凭楚总是总裁，李总。行了行了，先下去。小叔，行了，以后有了事机会，要吃东西，先完了。你还愣着干嘛？到你了。我说，奇怪，明明我们没有见过面，可为什么我就是觉得他很熟悉？这个人身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微弱的气息？ 楚总你好，我叫苏曼。叫什么？舒总，不好意思，你叫什么？你叫什么？啊？你急急忙忙干什么？楚总问你话呢。我叫苏曼。苏曼，不仅半分气息。 林明自己也一样，难道他就是曼曼转世？但气息太微弱，不像曼曼本人。难道我搞错了？楚总，那个助理的事儿，这个女人或许与曼曼转世有过接触，不如留下查探一下。就她了，从今天开始，她就是我的私人助理。啊，是是是，苏曼，快出动吧。啊，楚总，我一定竭尽全力为您服务。 楚总，明主，还好吧？没事。你留下宋小姐，难道是因为她？不是谁叫苏曼，就可以成为我的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。是。下次我再带你去苏曼。玲玲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好狗不挡道，没听过吗？ 我看你就是嫉妒。
这个我们曼曼成了楚总的私人助理。你一个私人助理的位置而已，有什么好得？苏曼，等着吧。别理他们，我们走。曼曼，我也是没想到，你居然成了总裁的私人助理。嗯，哎呀，真是太羡慕了。怎么样，这个总裁是不是很爽呀？嗯，还好吧，其实。我觉得这位总裁有一点小怪。怪？哪里怪？我也不知道。就他今天。苏曼。嗯。这个楚总反应这么大，我叫苏曼有什么问题吗？怪吗？我觉得还好吧，可能他刚好认识一个人也叫苏曼。嗯，是吗？哎呀，别想了，反正咱们现在有机会跟着总裁跟进，就算不能拿下总裁，那样好好表现啊，争取早日升职加薪。你说的对，我要好好努力，升职加薪，买车买房。难道我在那个梦里？不行，苏曼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！雪红姐，只有你怀上明胎，才有可能在这个地方自由进出。明，我才不要怀上明胎，你放开，你放开我！我不是不中意你，苏姐，我永远也不会伤害你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会动不了？不要。米柱，没事，我又见到曼曼了，她很害怕。飞宇，立刻从明玉增加人手，必须尽快找到她。是。等一下，这是她的灵灯，曼曼与我元神交汇，迟早会怀上我的骨肉，届时灵灯与她联系加强，自然可以找到她。你随时注意灵灯动向。遵令。迷柱有谕，所有人赶紧寻找迷柱夫人踪迹。遵明主谕令。费组长，楚总今天下午约了和顾氏集团总裁见面，我正在酒店门口等候。怎么回事？你下午和顾氏有个会面，走吧。顾总，我是，居然是他。同学请便。苏曼是吧？我看上你了，你呀、啊、以后就跟着我吧。对不起，我不喜欢你。不喜欢我？看上你不喜欢也得喜欢。哥哥们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哥哥宝贝，都帮我查。是他先给我用了。切，你居然敢抢我的路，给我打。别过来。贱人，再让我看见你在学校里乱勾的男人，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嘿，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我们走。
是他了，小小年纪不学好，就知道勾引别人。看那个狐媚样子，一瞅就不是什么好女人。难怪玲玲跟我说过来会有惊喜，果然是个惊喜。玲玲，苏曼，当年你为什么不跟着？越来越漂亮了，顾总，请你注意分寸。我是恒天总裁楚墨白的私人助理，今天过来负责接待你。恒天的，不错嘛，你们楚总很上道，叫你来招待，我很喜欢。顾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请你放开。苏曼，你怕什么？当什么私人助理啊？不如我跟你重新说一声，你以后就跟了我吧。顾总，您说笑了，我今天过来是代表恒天跟你们谈合作的。合作我要，我也要。啊、妈的，臭婊子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来，给我抓住！怎么又想到了梦中的男人？楚总，楚墨白，你来的刚好。你这个小助理，竟敢对我动手！什么事？楚总，是打的你。恒天和顾氏的项目极其重要，要是因为我搅黄了合作，只怕卖了我都补不上亏损。楚总，我没事，我自己不小心了。我问你谁打的？我打的。你打的？难道不该打吗？他竟敢对我动手！楚墨白，你们恒天集团要是还想跟我们顾氏合作，今天这事儿必须给我个交代。你还想要什么交代？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也不多。这个小骚蹄子，喂，不知死活！过来，楚墨白，你疯了！为了个女人，你要毁掉恒天和顾氏的合作！我不管你在打谁的主意，但我的人不是你能惹。你，我的手怎么了？都落着干嘛？过来啊，哥！给你三秒，再为你进行试滚！在我眼前消失。好了，我们走。楚总，对不起，我还是去给顾总道个歉吧。站住！谁允许你去道歉？要不是我，恒天跟顾氏的合作就不会……没有顾氏，还有李氏、谢氏。恒天也不是非谁不可，这件事儿到此结束。你是苏曼，就要担起这个名字。还以为楚总不近人情，没想到他居然这么护短，连我这个小助理都有。要是当年有一个楚总这样的人物助理，会不会去？还愣着干什么？顾总。好的，楚总。苏曼，怎么回事？他身上慢慢的气息突然加重。林主，我来送他。奇怪，此地明晰晦气，为何不紧呢？江城医院，原来是他。楚总，你想我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楚总，你晕倒了，这是医院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谢谢楚总，我已经好多了，可能是中暑了吧。没事就好，检查已经做过了，安心等检查出来再走。多谢楚总。林登有意，什么？哎，楚总，怎么这么快？
我想问一下，你酒店最近的医院连个半小时都没睡，怎么这么严重？明王楚墨白，胡百娘，终于要找到你了。明主，林登有意，看来曼曼很有可能怀有母胎。 林登才会异动，现在就是找到曼曼的最好时机。走。医院怎么是这儿？苏曼也在这里。林登指引我们来到这里，夫人肯定就在这里。是公司的苏曼。苏曼，她，林主，难道她是？不能这么快下定论。我之所以把她留在身边，就是因为我在她身上总能感受到曼曼的气息。就算不是她。 曼曼也很有可能与他相关。那我们直接去找苏曼，不必以林东为主，林东会指引我们找到曼曼真正的主事。走。苏理事，对，我是。恭喜你，你怀孕了。林主，怎么回事？林登他，如果曼曼真的怀孕，林东会产生自我保护能力的。是不是说曼曼？ 很有可能就在里面。你说什么？我怀孕了。林神，你肯定弄错了，我怎么可能会怀孕？我连对象都没有。那也都能看明。 明王楚墨白，胡百年了，我们终于再见。是你，除魔卫君林子渊。正是在下。这里只有你一个人。你希望还有谁？楚墨白。 你不会是还在等苏曼转世？废话少说，是不是你将夫人抓走了？我并不知晓苏曼转世所在何处，之所以能引你来，靠的是这个。曼曼的血玉，曼曼，曼曼。 这个血玉沾染上了苏曼前世的灵性，所以能引动你的灵道。不过能让你如此笃定的前来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苏曼转世，凭什么？把血玉交出来。想要血玉自己来拿，不过你别忘，500年前苏曼为了救你，牺牲了自己，你仍不知悔改，放入人间。今日我便来称量一下。 你这500年真的救了我。我做了什么？没想到心情会突然如此平稳。等着，不用管他，继续寻找曼曼踪迹。可他不是说，林登虽然会被曼曼救所引导，但绝不能出错。曼曼一定还在里面。走。 麻烦了，楚墨白居然这么快恢复这地方，苏曼，要是能找到苏曼转世就好了。哦，居然是他，唐美人！你，什么人？是梅芳。医生有病人找。 反正结果就是这样，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，你就多跑几天医院去问一问。明主，还继续找吗？回去。那不是资助你吗？啊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楚总，不好意思，刚想点事。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，差点撞了你。 我送你过去。不用，楚总，我。
吧。你怎么可能会怀孕？我连对象都没有。检查的结果确实是的确是怀孕。我怎么会怀孕？我不可能怀孕的，一定是检查出了问题，一定是。楚总，麻烦停下车。你知道吗？有什么事？我去买点东西。那你去吧，我们在这儿等你。不用，这离我家很近，我买完东西自己回去就行。麻烦你。那你自己小心。好。开车。你是不是怀孕？不要多想。娘。还是娘。怎么又是羊？我连男人都没有，怎么可能会怀孕？是他，是梦中的那个男人。这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呢？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进去老半天了？没事吧？我进来了。妈妈，你再说话呀！再不说话，我真进来了。妈，我没事，你别进来。怎么回事？吓死我！妈，我真没事，快去休息吧。你到底是谁？你给我出来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我会怀孕？你说什么？你怀孕了？对，我怀孕了。我求求你，我不知道我哪里招惹你了，但你能不能写信好报了我？我知道你一时很难接受，但别怕，很快当你想起一切的时候，所有的事情你就都知道了。我不要，我就想要好生活。如果你不解决掉我肚子里的东西，我就自己解决。你说什么？这是我们的孩子，你要杀了他？不是外道，根本就不是我的孩子，他是个怪胎，是你这个怪物的孽种。我根本就不想要他。慢点，错，你会后悔的。这是我的身体，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你放开，弄疼！曼曼，别了！怎么回事？这怎么会？弄疼！这个魔鬼，他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他的眼睛这么熟悉？到底是什么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妈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看见了。我相信你，现在留下来好吗？你最近啊，我看你就是太累了，要不先休息一段时间。最近不要去上班了，好吗？如果真的是我看错了，可能是我真的看错了。来人，明主，曼曼果然怀了胎。什么？恭喜明珠，曼曼是凡体之躯，明众的幽冥之气在她体内散开，定会引来暗中之人窥视。此刻起，
你随时着人池慢慢灵灯，请慢慢踪迹，务必要在出门位之前找到他。遵令。你先上去。苏助理，你在做什么？楚总，不好意思，是我看错了人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是说你脸色这么差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楚总，我怎么回事？路不见了。你手怎么回事？爸，老婆。怎么这么巧？楚总，没什么，不行，我绝对不能留下肚子里的怪物。我身体有点不舒服，下午能不能请个假？我送你去医院。啊，不行，楚总，我的意思是，不麻烦您了，我回去睡一觉就好。楚总，我已经走了，拜拜。楚总，你在隐藏什么？来人，去调查一下苏曼，我要知道她所有信息。是，明主。苏女士，你没怀孕来做什么手术？怎么可能，医生，你确定我没怀孕？你自己看检查报告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的。行了，赶紧回去吧。我没有怀孕，怎么会这样？那之前那一切都是我的错觉。姑娘，我是这面馆的老板，饿了吧？要吃些什么？牛肉面吧。姑娘，您稍坐。是下雨的缘故吗？怎么这么冷？姑娘，吃就吃吧。谢谢伯伯。有夫人消息了，快说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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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上辈子受了的福气，赶紧跪下拜堂。妈妈妈，我真的是安利了这个，而且我怀孕，我配不上你儿子，我配不上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啊！明主，有夫人消息了。什么？夫人她。妈，妈妈，明主，夫人有危险！救命！救命！儿子，废话，我娘你做什么就要做什么，放开他！大胆，放开他！娘，楚总，是你，
小心！啊！夫人，夫人怎么着？居然是你！什么意思？楚总呢？楚子在里面，快快进去！你在这儿等着。待在里面的人是？难道楚总和谢总长都不是人？敢阻我儿子一死，我要你死！ 不可能！你怎么非得阴鬼？怎么会居小救民之妻？身为阴氏之子，也敢对本座女人动手？你们死不足惜！你是明族？没有，我们有影子看下，请你饶过我们吧。 现在才晚了，死不要！啊！曼曼，楚总，曼曼，明珠，今天的事儿给本座查清楚，遵令。苏曼，原来你就是曼曼，对不起，没能做调查。 别管了，人是用水的，等着我来。怎么又是这？不行，我醒不了。苏曼，苏曼，快醒醒！啊！怎么又是你？ 你放心，我马上就可以找到你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现实中见面。你说什么？你够了！你在梦里还有我还不够惨，你还想在现实中纠缠我？你闭嘴，我不想听。我想要，你放过我好不好？你不要再纠缠我了，行不行？我知道你现在很讨厌我，但我们是命中注定的样子，只要你想起，我不想要。 我是苏曼，我不是你喜欢的那个人，我有自己的生活，我有自己的人生，甚至我有喜欢的人了。放开他！什么？是你有喜欢的人了？对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可是现在我怀上了你的怪胎，你把我也变成了一个怪物。你喜欢谁啊？不是你该知道的事情。我求求你了，只要你不再纠缠我。 你放过我怎样都行。我不会放弃的。啊！你回来，你给我说清楚。你喜欢的人究竟是谁？明主，嘘。查清楚了，不错。这件事情有除魔卫的身影。除魔卫，这群阴魂不散的家伙。明主。 除魔卫想必是察觉到您的动向，他们知道冥界出世祸乱天下，您绝不可能袖手旁观，所以他们故意勾动冥界出世。等您出现，一群只会背后搞小动作、自欺正道的行为，也只会如此手段。明主，500年前你本就历经推凡天罚，后遭除魔卫镇压，元气大伤，又以元气孕育夫人灵性500年，如今遇上除魔卫那几个老家伙。 只怕无碍。如今本座只怕他们会得知曼曼转世现身，真对曼曼动手脚。明主，他真的是夫人，错不了。曼曼转世曾以血融我身，勾动彼此性命。之前因元神迷障阻碍，才会令彼此一直不识对方。如今本座迷障进去，他就是。 恭喜明主，迎回夫人。你先下去，尽量先将除魔卫那群家伙收缴脱手。是。
怎么可能？什么？没什么，是我看错了吧？我到底怎么回事？老是把梦中男人和楚总混为一谈，楚总怎么可能是梦中的那个混蛋？感觉怎么样？对了，楚总，我不是被人抓起来了吗？怎么会？这是我家。放开他！惨了惨了，楚总和费组长那神出鬼没的样子，我这是发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？楚总不会灭我口吧？楚总，多谢楚总的救命之恩，要不是您及时赶到，我只怕就……总之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。以后你有什么事儿，尽管吩咐我就好。你的意思是什么都可以？什么意思？难道他要对我图谋不轨？对，楚总，从今往后，我这条命就是您的了。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得罪，向外透露关于您的。你以为这样就行？看楚总的样子，应该是不会要我命。也是，要我命还救我做什么？楚总，那您的意思是？以防你泄露我的身份，从今天起，你住我家里了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愿意，能跟楚总您住在一块，我三生有幸，求之不得。你最好是如此。对了，楚总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你今天就住进来。楚总，我完全没问题，就是会不会有一点点小菜？哦，你要跟男朋友解释啊？没有，我暂时还没有男朋友。暂时，以后就会有了。以后谁知道他会不会喜欢我？总之，楚总您别误会，我只是需要回去跟我妈说一声。他果然有喜欢的人了。四个小时，给你四个小时和你母亲道别。十点之前，我要你出现在我眼前。四个小时。能不能再多？不能。多什么？十点，我要睡觉。他这样的人，居然做下这么快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楚总您放心，我一定准时出现。记住，不该说的话，一个字也不准，否则……你放心，我很有分寸感。妈妈，抱歉，为了保护你，我只能选择将你留在我身边这样的方式。希望之后你不要怪我。哎，曼曼，你等等，怎么了吗？你那个老板怎么回事？要住你跟他住在一起，生活这么不能自理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老板对我们挺好的，我都说了，只是暂时的，放心好。放心什么放心？你一个黄花大闺女跟一个陌生男人住在一起，你们楚总是不是单身啊？单身？楚总是单身吗？应该是吧。哎呀，曼曼，那你还等什么？我把你们楚总拿下不就好了？妈，我都说了，我们只是工作关系。哎，曼曼，我可不管，今年你一定要带个男朋友回家。哦，对了。这个你拿好了，来戴上，招桃花。曼曼，你在这儿等着，妈妈进去帮你看看。奇怪，这里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声音？曼曼，走了。好，走吧。当初我就是去过那里一次后，就开始做那个奇怪的梦。是不是再回去看看，就能弄明白为什么会做这个梦？楚总，楚总，上车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。我不说第二遍。好的。费组长，我自己来。不用，你上车，别让楚总久等。
舒总，您这么来，其实真不用。他该不会是怕我跑了吧？别多想，我只是路过。要不是明主担心背后的人对夫人出手，怎么可能费尽心思跑过来一趟？看什么？我脸上有刺。嗯，没。这么晚还在工作，楚总真是辛苦。别着急，也有啊。过两天江城有一个慈善晚宴，届时我会参加，你和我一起，里边的人都给我认全了。嗯，好。小心。怎么开车的？对不起，楚总，刚刚有个东西窜出来了。苏助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开车。楚总。你故意做什么？林楚，我好像被林楚当机会了。谢谢副组长，我来就行。好。以后你就住这里，我就住在楼上，有事随时叫我。好的，楚总。没想到楚总居然是这样一个面冷心热的人，比较起来，他非人好像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。哎呀，苏曼，你想什么？你坐着。哦，没什么。谢谢楚总。今天时间不早了，您早点休息。楚总，上车。不用了，楚总，我自己打车就行。你确定？还有半个小时，你要迟到。那麻烦楚总。昨晚睡得怎么样？多谢楚总关心，昨晚睡得很好，居然也没有在做那个结婚的梦。曼曼不喜欢沈小辉主动，暂时还是不要让他主动。曼曼，这一世我定会护你周全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楚总，我就在这下车就行了。还没到公司啊？嗯，公司人多眼杂，被其他人看见不好。随你。开车。哎，那不是苏曼吗？她怎么从楚总的车上下来了？宁宁，你们都是总裁办的，苏曼是不是勾搭上楚总才成为楚总私人助理的？你问我，那我问谁？想知道自己问他去啊。苏曼，你这个贱人，敢跟我争男人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谢谢，楚总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进来。不用了，您先上去吧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不是，我非常愿意，只是。被别人看见了不太好，再胡言乱语我就另见。哎，好，我进来，我进来。谢谢楚总。等一下，楚总，太好了，我能进来吗？啊，曼曼，原来你也在这儿啊！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进来。多谢楚总。楚总，正好遇到你了。经理说这周公司会组织大家郊游，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建议？苏助理。嗯，楚总。我跟你说话，你站那么远干什么？那个林秘书。楚总，您说。针对林秘书刚才的建议，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嗯。
楚总，周末是大家的放松时间，公司团建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还是不要占用大家的休息时间，尽量选在工作日，也不用去太远的地方，像郊外的农家乐之类的就挺不错的。苏助理，我看是你自己这样想的吧，工作日大家就是应该工作，周末公司请大家去郊游，谁会不乐意？林秘书说的不错，只是楚总问我的意见，我自然就说了，当然最终决定权还是由楚总来做。看到没，这就是你自作多情的下场。苏曼，你还真以为自己当了总裁助理就能被另眼相待了？我觉得苏助理想法不错，这次郊游就按照苏助理提议去做。苏助理，尽早做个方案出来。啊，多谢楚总。苏曼，你别得意。楚总，上车。哦，我。谢谢楚总，还有廖组长。不用谢，我也只是碰巧。你现在和我住在一起，也算顺路。上来吧。什么顺路？我可是陪着你在地下城沟等了几个小时的，好吗？开车。小叔，你看，苏曼那个贱人就是勾搭上楚总了。真没想到，苏曼平时挺正经的，这下手还挺快的。我早就说过，刘胜他就是个祸患。他上学那会就会勾搭人了，更何况说现在。你之前不是联系顾总那边准备解决他吗？顾少峰那个废物，楚总吓了他就跑了。不要着急，这次郊游，咱们让苏曼吃不完兜着走。小叔，这件事就全靠你了，我们林家的未来也都靠你了。没想到楚总居然还有这样精明的一面。现在干什么？你先说。楚总，我想知道关于我现在遭遇的事情是什么，还有你和费组长。楚总。这个世界并不是你所知道的那么简单，一些玄之又玄的东西的确是存在的，只是现如今都隐世而不为人知。你之前无意闯入的那个地方叫做隐界，是一个存在于现实和虚幻之间的地方，里边存在的东西都是一些死去的影和精灵。嗯，那我为什么会进入到那个里面？难道是因为那个梦和梦中的男人？楚总，问你个问题啊，就是，如果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梦，梦里还会发生各种荒诞的事情，并且他影响到了现实中的人，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？
楚总，你看干什么？我脸上有东西。啊，没什么，暂时还不能告诉他元神交汇的事，否则他有所怀疑，说不定会对我心生怨恨。你所说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，但影响并不会太大。可是，不行，梦中的事实在太让人难以接受了，不能让其他人知道这件事。啊，那楚总，你和费组长是怎么回事？总有一天，你会知道的。哎，楚总，你能不能再给我讲讲阴间的事情？我以后有个防备人。放心，他们是冲我来的，只要你待在我身边，就不会有事。冲楚总去的？难道我被殃及池鱼了？可是那个梦……算了，想不通就不想了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会弄清楚。那么楚总，你又在隐瞒什么秘密呢？妈，快十二点了，还有个方案要做，你得早点休息。这么晚了你还要工作，注意身体。放心，我会的。啊，喂，曼曼。楚总，曼曼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，说话。妈，我没事儿，你别担心了。刚刚就是，就是差点摔倒了。你没事儿吧？我现在就去找你。哎，别，不用，我真没什么。你早点休息吧。爸，你这孩子，我就说你。也不知道楚总怎么样了。有事？楚总，刚才谢谢你。不必。那个，刚才你浴袍掉的事儿，抱歉，你相信我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楚总，我睡觉。你早点休息吧，抱歉打扰了。难道是我想多了？那么说句，一点都不跟他聊。别着急，我去慢慢睡觉。楚总，晚安。晚安。我曾遇到一束光在前方，我乘着风的翅膀去飞翔。又开始交汇了。怎么又打折了？快出去！出去！别动！这个男人的刺我，好伤心！你又要做什么？我还会回家的。放心，我知道分寸。
为什么一到这儿，我的肚子会变这么大？明胎与凡胎不同，它需要幽冥之气供养，所以你如今不会像以往那般被频繁牵入元神交汇之地，但会在它需要幽冥之气时被牵引至此。你的意思是，他带我来这的？不错。那我们会在现实中生下他吗？那你呢？你想不想生下他？我不知道。一开始我是有点害怕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或许有一天我会接受他，可现在我不知道。这个东西它来的莫名其妙，甚至有时候我都感受不到它的存在，可现在我却能清晰地感受到它在我的腹中呼吸，就好像真的是我身体的一部分。如果有的选，你会怎么做？你别问我了，我不知道。我凭什么要一直不停地做选择？我有自己的人生，我为什么要一直被卷入这种莫名其妙的事件？这不是莫名其妙的事，曼曼，我说过我们是天注定的，即便不是现在，未来下辈子我们都会相遇。可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机，不是吗？我连你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因为你，我连自己喜欢的人都……如果你真的这般抵触，我会帮你延缓明胎降世的时间。你说真的？你要想好，明胎一旦孕育，便无法生气，无法摧毁。延缓的时间最多也就三个月，三个月，明胎会比凡胎更快的速度降于世。好，不管结果如何，就让我自私一次吧。你这不是自私，是我们困住了你，是我们对不住你。真的不见了？喂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是谁？无需急见，你我总会相见。真的没有？无需急见，你我总会相见。真是个奇怪的人。不对，我怎么会在床上？不是在做方案吗？方案完成，保存了。什么床垫？昨天多亏了楚总，最近也老是麻烦他，不如给他做一次早餐。楚总，不行了。这是。这些都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早餐。楚总，我的手艺不是很好。吃这个，这可是我的拿手好菜。楚总，等一下。费组长。楚总，副助理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费组长，这些都是我给楚总准备的早餐。正好你也来了，你吃过了吗？要不要一起用？不用了。还有，你知不知道楚总他不乐意。你在外面等我。可是楚总。听不见我的话。费组长是不是生气了？不用管他。是。楚总，你不去公司吗？我今天有事儿，先不去了。对了，方案我看过了，做得很好。今天到周五有三天时间，公司要组织郊游，你一起去吧。楚总你……我空了再去。飞翼。现在他去公司。是。飞组长，等一下。飞组长，你早上有些不高兴，
是不是我哪做错了什么，让你跟楚总不满？听不见我？没有，先去公司，我去找苏林。哦，费组长，再见。明主，你来干什么？慢慢的。明主放心，我已将夫人送回公司。明主，你为运养灵性已经几百年没有动用过俗世了。你明知道俗世的红尘之气对灵体伤害巨大，你怎么还不服？一次而已，方姐这是在亲手做，我不想分手。夫人倒是满意了，可您这一吃，损失了几十年的修行。这楚门未来势汹汹，你应该积攒实力的。无需多言，你去照看曼曼，等我归处后旅行，就跟我去。是。哎，曼曼，楚总今天怎么没来啊？楚总说他有事儿，暂时来不了。啊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我还以为今天能有一个跟总裁近距离接触的机会。你呀，嘿嘿嘿，你先玩，我去打个电话。喂。苏曼。谁？谁在那里？谁在那里？啊啊啊！啊，糟什么鬼地方？怎么突然没信号了？有没有人啊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啊，那什么东西？你别过来！小叔，事情怎么样了？放心。你吧，别害怕，就算不死也得留半条命。太好了，苏曼，这就是你跟我请来的人下的。楚总，楚总，我来了。是谁？刚刚那东西呢？不用找了，被解决了。谢谢你啊。不过你是谁？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不记得。谢个什么，先生？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吧？苏曼，你果真什么都不记得了？你果真什么都不记得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认识我？我只是认识呀。曼曼，老师答应我们婚礼了，我今天特意带了花来看你。曼曼。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曼曼，他是谁？子渊，你我婚事乃长辈所定，非我所愿。如今我心有所喜，只怕不能与你成婚。你说什么呢，曼曼？你不愿意跟我成婚了？为什么呀？是因为这个男人？子渊，抱歉，你就当我们从未认识过。五百年，我找了你整整五百年，今天终于找到了。五百年，难道他也是楚总的敌人？你别过来了。苏曼，跟我走吧。你走，我不会跟你走。苏曼。楚墨白，苏曼，楚墨白非你所想，我是李子渊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楚总，你刚刚在看什么？啊？难道陈武听见了？哦，没什么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崴了一脚。别动，坐下。哎，楚总，你做什么？别动，给你看看伤势。原来是这样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那个我自己来吧。不用，
这还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这么认真的楚总，好帅。是这里吗？疼不疼？是不是这里？有一点。好舒服呀。这是治疗术，像你这样的伤势可以进行医治。楚总，你们为什么会法术啊？我能学吗？你想学啊？当然了，谁不想学几门法术啊？别说其他用处了，就算唬唬人也很拉风了。当然能有实用性最好了。你现在没有觉醒灵魂，学不了。好吧，有我在你身边，你学不学其实也没什么关系。那怎么能一样？你的是别人的，只有自己掌握了才是自己的。那你不如把我掌握。我是说，你好好为我做事，我自然不会吝啬奖励你。是，楚总说的是。楚总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怎么知道我会在这儿？当然是察觉到你有危险，正好过来这里散步，听到有动静就过来看看。啊，那可真是太巧了。还疼不疼？真的不疼，楚总，谢谢你。哎，刘鑫，快快快许愿！刘鑫，慕白，看见刘鑫的时候许愿，愿望就会实现，快一起许愿吧！楚总，你许了什么愿？你先别说出来，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。等你愿望实现那天再告诉你。什么？想知道？你在，别说出来，愿望说出来就会灵了。等你实现那天再告诉我。楚总还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男人呢。不行不行，苏曼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我该不会喜欢上楚总了吧？楚墨白，你会不会对我也有一点点心动呢？想那么多，不如直接问问他对我的感觉。你先说。楚总，你想说什么？那你想说什么？楚总先说。我想起曾经看流星的时候，有一个女子对我说过一模一样的话。曾经，女子。那不管五百年前还是五百年后，你都一样，没有变。那样的纯真善良，天真无邪，真希望你能早日恢复记忆。你刚刚想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楚总，你说的那个女子是你喜欢的人吗？嗯。你很喜欢？很喜欢，很喜欢。那你们现在还在一起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相信有一天我们迟早会在一起的。原来是这样，楚总，我祝你和那位姑娘百年好合，早日修成正果。原来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。也是，楚总这样优秀的男人，怎么可能会没有意中人呢？楚总，我们早点回去吧，不然他们找不到我们，该担心了。好。不过这里这么高，我们怎么上去啊？报警。啊？麻烦楚总了，我来带路。好。楚总，你可算来了。楚总。楚总。苏曼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林叔叔，我在，有什么不对吗？啊，我是说，你怎么跟楚总一起回来了？散步的时候和苏助理遇上。啊，
原来是这样啊，楚总，我累了，先去休息。好，晚。该死，苏曼这个贱人运气真是太好了，这样都整不死他。楚总，第一个苏曼回来了。曼曼，哎，你去哪儿了呀？你找死我了，我担心死你了。没事，你就迷路了，幸好遇到了楚总。你真的是太幸运了，这荒郊野外的，你还是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跑了，免得出什么意外。嗯，没什么事。去调查一下，是谁对曼曼动的手？是。不是让你下去了吗？这么快就见到。楚总。是你。来做什么？楚总，我就是想来看看你，哎，不行吗？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就先出去。楚总，你喷的什么香水？就普通的香水。哼，这可是我花了大代价从顾少峰那里弄来的迷香，听说有高人配置，保管叫男人闻了破天自语。楚总。其实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了嘛，那求求你看可不可以不要对我那么冷漠了啊。这箱绝对不是凡人能够做出来的，背后有楚墨威在出手。说谁给你的香水？楚总，不是，就是普通香水。楚总还在说谎，说谁给你的？不是顾少峰。滚！顾少峰，不可能！顾少峰只是个凡人，难道他搭上了楚墨卫的人？楚总，你怎么了？是你。小托，那楚总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这么疼？是不是生病了？你等着，我去给你做医生。楚总，你干什么？我等你好久了。怎么回事？我为什么那么想起了梦中的那个男人？楚总。你冷静一点，我不是你的曼曼，我是你的私人助理苏曼。你就是我的曼曼，我等了你这么久，终于等到你了。原来他一直当我是别人吗？楚总，你我的曼曼。楚总，我在做什么？抱歉，我中药了，你刚才失礼了。那你现在清醒了？你等我一下，我给你找人。没有了，这不是反应。楚总，楚总，你做什么？离我远点，我尽力压制住自己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对你做什么。你先出去吧。我不走。我在这陪你，万一你有什么需要，你就不怕我再对你做什么？刚刚 是有点害怕，不过现在，你要真对我做什么，说不定我还能讹你一笔呢，是吧？楚总，你喜欢的女子也叫苏浩吗？你知道了。啊，你别误会啊，就是你刚神志不清的时候一直在喊曼曼苏曼，所以我不是故意听的。原来是这样，还以为你想起来了。没错，他也叫苏曼，和你一模一样。哦，难怪你第一次见到你说话就这么大。嗯，你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我就是觉得能跟楚总你喜欢的人同名同姓，就好像
有一天我也会被像楚总你那么优秀的人喜欢一样，就很开心。不是的，你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嗯，虽然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，但是听了还是觉得很开心。我不要。楚总，你是不是好了？好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不错，有效果了。太好了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累了？可不嘛，累死我。那我楚总找到了。楚总找到了。楚，发生了什么？害你？害我的人？哎，曼曼，监控没了。什么？没了？嗯，说是好像被人拿走了。你要监控干什么呀？我今天出门的时候迷路，其实不是故意的，是有人故意在搞鬼，那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林林。林林，他看见我回来的时候反应非常快，所以我就想调到监控，看他当时在做什么。哎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你没事吧？不如我们还是去跟楚总说一下吧。你不想麻烦他吗？请自己调查清楚再说。那现在什么事儿？费组长，原来是你把监控拿走了。楚总，你早就知道有人要陷害我。我只是担心，没想到还真抓住了马甲。是谁做的？喏，你们自己看看。你没得手？顾少峰这个废物，把这个药吹得天上有地上无，我看也不过如此。楚总还不是可耻猪。恒天秘书刘宁和经理刘宇是吗？你们涉嫌犯罪，请被我们走了大门。你们干什么？我们犯了什么事？你们的罪证已经上缴，具体罪责之后会去通知。现在，请被我们走上吧。哎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师姐，我是不是冤枉了？妹妹，说吧，我们什么都没干，什么都没做。你们做了什么？心里清楚。你们去死！恒天，你和经理涉嫌故意杀人罪，证据确凿，不要再挣扎了。不可能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我没做。给我拿走了！我真的什么都没做。楚总，我可以做事，都是他，都是他出的主意。楚总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看在我辛辛苦苦为公司工作这么多年的份上。求求您放过我吧！从今天开始，您被解雇，选择将您交出去，已经是我对你最大的仁慈。不要挑战我的耐心。楚总，楚总，我求求你，我不想做了，楚总。走，走，快走！大家在恒天上班，认真工作，公司绝不会亏待大家。但若有人心思不轨，今天的他就是下场。我绝不会容忍道德败坏的人存在。哎呀，你们成功才行。哎，妹妹，你上次让我帮你去查监控，是不是就是因为今天这个事情？对啊，只是没想到楚总还会提醒你。哎呀，要说咱们楚总这个人呢，那还真是优秀的没有话说，大集团的继承人，人长得还帅呀，品行好，关键是护短还品行优良呢。哎呀，妹妹，你就赶紧把楚总拿下吧。我感觉楚总肯定是喜欢你的。胡说什么呢？他才不会不喜欢。哎，我说妹妹，你能不能就不要自己否定自己个儿啊？你很好啊，你很优秀啊，你长得也漂亮，学历也好，工作能力也强，关键是这家世还很清白啊，这追你的人都排到队了，好吧？你就不要再妄自菲薄了。再说了，这楚总要是不喜欢你，能为你瞻前顾后，给你帮这么多忙？你刚不是也说了吗？楚总他人好。今天就算不是我，是你，是其他人，他一样会走。哎呀，这怎么能一样呢？完全不一样，好吗？
而且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什么？楚总有喜欢的人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就那样知道的。就算没有，我自己也不可能跟他在一起。毕竟我肚子里的灵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。真是可惜了。行了，早点休息吧，明天咱还要早起呢。哎，晚安。晚安。要走了。对，正收拾行李呢。等。楚总有事。跟我一起回去。好的。哎，妹妹，你怎么不走啊？哎，不用了。怎么了？那个，你们先回公司吧，我自己打车。嗯，还要修个车。这样啊。行，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啊。嗯，我先回公司了。好，公司见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公司见。啊。哎，楚总，不用。乘车吧。谢谢楚总。林经理和林秘书被革职，可胃口却不大。等回到公司以后，速度里暂代经理一职，再提拔一个人代替林秘书的位置。楚总，我一个助理暂代经理。公司那边也不用管，我已经任命下去。另外，过两天就是辞职活动了，没事情。好的，楚总。楚总，我怎么了？慈善晚会，你有我女伴的身份出席，有没有合适的理由？我哪用得上那些？现在用得上。所以，快去忙。啊？楚先生好。给他挑选几件晚礼服。他不是之前请。楚总。有办法。这个。再换一套。楚总，这套怎么样？就这套。太好了，终于好了，那我去换换。楚总，怎么了？那个，我很久没回家了，我能不能申请今天请个假，回去陪陪我妈？谢楚总。楚总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哦，有事再联系吧。那我先上去了，再见。妈，我回来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回来，还特地等？你怎么？林主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好的日子？慢慢开回去。妈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慢慢，你过来认识一下，这位是林先生。妈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和他认识？我们早认识了，你妈妈也是我们组织的一员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妈，他在说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加入什么邪教组织了？曼曼，你先别着急，听我们给你解释。我们都属于除魔卫，这些年来除了想要除魔之外，还有另外一项任务，守护圣女降生。而如今苏曼就是我们除魔卫生。哼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赶紧出去啊，否则我报警了。难道你不想知道这一切背后的真相？算算时间，你肚子里应该已经怀上明胎了。妈，他怎么知道？你告诉他的。曼曼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了。
只是之前时机没有成熟，如今时机成熟了。难道你不想知道你梦里那个魔鬼是什么？你知道是什么？你自己看看就知道。我怎么又来这了？是他，楚墨白，楚总，居然会是他？为什么是他？不可能是他！因为这一切都是他提前布置好的局，也是我楚墨白的圣女五百年前因为一场变故流亡，最终辗转不成。所以我们楚门卫这五百年来一直在寻找圣女灵体的转世，将其转入自己的体内孕育。我很幸运被转生到了我的体内。但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你被楚墨白选中。楚墨白乃是这天地间千年来最大的魔头，五百年前他遭受退凡天罚，又与楚门卫对战，最终与圣女和340名楚门卫的性命成功相提并论。如今他卷土重来，想要借助你的圣女灵体孕育这世上最具魔性的灵胎。不可能，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？他一直在骗我。不然你以为为什么他会要你时时刻刻在他身边？他就是为了监视灵胎降世，他绝对不会让任何阻碍灵胎降世的机会。曼曼，虽然此事令人厌恶，但是也因此给了我们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宗曼，绝对不能明他降世。我们要借此机会彻底除掉楚墨白这个大魔头，还天地一片朗朗乾坤。曼曼，虽然妈妈知道你现在一时难以接受，但是事情已经发生，希望你能肩负起身为圣女的责任。妈，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你还记得我给你的一个手链吗？那是驱邪阵法的一个部分，这次拍卖会就是一个机会。他一定会带你去拍卖会，到时候我们会以阵法之物以拍卖品的形式布置下去，等到拍到一件玉簪的时候让他拍下来送给你。到时候你只需要将玉簪摔碎法阵自生，其他所有的一切交给我们除魔卫就可以了。可是嘘，除魔白来了，他一定是感觉到这里有危险所以赶过来了。曼曼，你一定不能让他发现你已经知道了一切，切记。楚墨白，他真的是他们口中那样的大魔头吗？不对，我到底在想什么？我不能再被他迷惑了，他一直在骗我。苏助理，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来了？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能进来。伯母在家吗？他出去玩了。那方便我进来喝杯茶。舒总，请进。七夕消失无踪，没有异样。苏助理，平时家中只有你和伯母两个人。是的，我爸过世的比较早，我妈从小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。舒总，请喝茶。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就是有一点点累。好，那我先离开。我送你。楚总，等一下。这个送给你。你送给我。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我就不错，很合适，我很喜欢。那我先走。怎么了？不管发生什么事，记得你还有我。楚总。没什么，路上
对呀、啊。好，那你也早点休息。来自月光的明信片，的无声无色无言，翻过山间跟我盘归雁。黑暗白天世界的世界，我也不是老是没事做，但是，我真的很爱他。苏曼，没想到你这样也来了这里，一个人。顾总，我有男伴。哦，有伴。苏曼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底细吗？啊，既然来了这儿，就别装清高了，跟了我不好吗？顾总，请你自重，我的男伴马上就来。你的男伴在哪里啊？出来让我们大家看看呀！哈哈。我在这里，我就是他今天的男伴。楚墨白，你不会真看上这个女人了吧？你有意见？你，楚总，你来了。你今天很漂亮。谢谢，你也很帅。你兴致不高，发生什么了？没什么。楚总，我想去逛逛。这是件法器吧，明主？谁给你的？夫人给的。他难道不知道这是最伤人的法器吗？明主，你怎么还接了？是他给我的。即便是荆棘，我也会治愈的。明主，你。每一滴孤星破，那都能擦亮。你考虑了什么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帅，既然是我的。我妈呢？放心，你母亲在阵法开启之时并未出现，我只是过来提前布置，顺便保护你。保护？我不需要你的保护。你确定在楚墨白这样的魔头身边，你不害怕？他从来没有伤害过我。那为什么你肚子里面会有云胎的出现？苏曼，你爱上他了？我没有。那你为什么担心他？我只是搞不懂。楚总，他怎么会是大魔头呢？他这么好的一个人，杀人犯会说自己是杀人犯吗？魔头会向所有人宣告自己是魔头，非得动手不可。这是最好的时期，苏曼，别轻了。你最好是，把手给我。你要做什么？你孕育冥胎，冥胎和魔鼎的血可以压制楚墨白的魔性。这之后会有大影，他来了，注意我们说过的话，注意时机。我干嘛？楚总，干嘛？楚总，你在和谁说话？没有，我就是有点紧张。别紧张，有我在。楚墨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梦中的男人是你？怎么了？没事，他们会快开始，先过去了。既然不能阻止事情发生，那现在这条路没有最后的温馨时光。你的任务。就是将事情拍卖的拍下，遵命大人，我一定完成的。贱人，楚墨白，给我等着吧！
感谢各位来宾，江城慈善拍卖会现在开始。第一件拍卖品，唐代祥云纹和田盘龙扣，起拍价10万元，每次加价不低于5万元。10万，15万，15万一次，15万两次，15万三次，成交。第二件拍卖品，宋代青花瓷，20万，25万，25万一次，25万两次，25万三次，成交。第三件拍卖品，清代花瓷，40万，40万一次，40万两次，40万三次，成交。就是这，喜欢？嗯，我送给你。送给你。恒天楚总出价60万。70万。70万。楚总再次出价80万。100万。顾总出价100万。还有比他更高的吗？150万。150万。看来楚墨白这是势在必得。看我怎么整你。200万。500万。500万。蠢货，立刻停止抬价，出了大事，饶不了你。是的。还有更高的吗？500万一次，500万两次，500万三次。恭喜恒天楚总拍下这件古藏。喜欢吗？真的要送给我？只要你喜欢就好。楚总，麻烦请您付下费用。飞叶，在。楚墨白，你知不知道，你亲手送我的这件礼物，却是置你于死地的关键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很开心。至于这么开心？我这是喜极而泣。不要哭了，哭的眼睛都肿了，就不好看了。苏曼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抓住时机，快点动手。动，就是让他利用。他就是你们说那个男人，不要相信他。他是大魔头，一旦明他降世，整个世界将毁于一旦。楚墨白，如果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，你会怪我。我相信你一定有你的理由。无条件的信任。楚墨白，为什么是你？为什么楚墨白？提醒我的欠缺，对不起。告诉我怎么对你好，心里舍不得。你给我楚墨白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苏曼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别问我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。你该做的事？暗害民主，暗害一个保护你的人，这就是你该做的事。你胡说八道。妈妈，为什么？我知道，一直在我梦里的人是你，利用我的人是你，甚至要祸乱天下的人还是你。知道了。你明明知道我是你梦中的人，但是你却一直不告诉我。在你面前，我就像个小丑一样。如果你能早一点坦白，又何至于此？别跟他废话了，兄弟们，动手。
意为呢？从你和民主第一次在梦中相见，你的心头血就与民主签订了契约，从此心密相连。不然你以为为什么民主会将你放在身边？你每次遇到危险，民主总是第一时间救你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他一直在利用我。你真是糊涂啊！你到现在还这么的执迷不悟，民主怎么可能会害你？就算你想不起来，你不应该误会民主。上次还说我该上次爱上你，你自己看。为了保护你，我只能选择将你留在我身边这样的方式，希望日后你不要亏待我。当然是察觉到你的危险，那我不是一直在保护你吗？我也爱你。不管五百年前还是五百年后，你都一样，那样的纯真善良，天真无邪。但我相信有一天我们迟早会在一起的，有我在你身边，你学不学其实没什么关系。是你这个怪物的孽种，我根本都不想要的。曼海，你会后悔的。楚墨白，爱我一直是错的，原来是这样。楚墨白，别过来！林主，飞燕，我也接触与他心心相连，带他走。林主，走！不能慢走！我不走，楚墨白，曼曼，你在做什么？曼，李子言，你们住手！住手！难道你要保护这个牧童吗？你到现在还在说假话？我什么时候说了假话？明明设局的是你们，你们却诬陷楚墨白。明明这五百年是楚墨白三心不一，是入侵人间，你们却说他是祸乱天下。你告诉我，什么是真的？你义女，所以现在你要袒护这个魔头是吗？他不是魔头，为一己私利祸乱天下之人才是魔头。你想起了吗？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是小宝，双手吧，越小宝和沈阳，你们这样才是对人间最大的伤害。一派胡言！这天底下有楚墨白这样的大魔头，才是最大的劫难。诸位，别与他多言，与我一同诛魔。宁太虚，楚墨，楚墨，曼曼，不要，曼曼，楚墨白，沈阳，才坚持了这么久，什么？你是我，我给你疗伤，没有了，楚墨白，这一次我真的要有病。不会的，没有，我跟开心下的，我一直在一起。妈妈，这样你会没命的。滚！明珠，放过我女儿！你别动手，她在舍命救人。等你愿望实现那天再跟我说吧。曼曼，我的愿望是你能活下去，这一次它实现了。
지 갖고 싶어 사랑을 죽을 만큼 한 적 있나요 단 한 번만 단 한 번만 제발 돌아봐 소리쳐 불러봐도 닿지는 않아 너를 사랑해 널 사랑해 혼자서 되네